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防长奥斯汀下个星期访问日本同南韩，举行二加二会谈。两人下个星期一抵达东京，下个星期二同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卫相岸信夫会谈，预料将会讨论强化两国同盟，应对中国，以及争取安排日本首相菅义伟最快下个月访美。 两人第二日会到南韩，分别同外长郑义溶以及国防部长徐旭会谈，将会讨论到两国关系以及朝鲜半岛议题，亦都可能会讨论防疫以及应对气候变化。今次系拜登政府上场以嚟第一次高层级官员会外访，布林肯话期待同盟友会面，喺印太地区以至全世界合作推广和平、安全以及繁荣。